即、這个午安啊吼。所以呢，乡亲时代声音嘛较少咧，请大家莫见怪。但是啊，乡亲小伙仔做着一个老少的立法委员，甲拄只于天宇大哥哦，家己当初家己一摆，敢若阮两个条尔。所以大家拢讲哦，也是三年保罗酒上熬，讲毋是三年保罗酒熬，是三年保罗酒的人地位上悬，对毋对？对。即摆要来甲大家拜托，台湾历史的关键的时刻，请大家一定爱谨慎。台湾历史上个关键的选举就是今仔日，今仔日呢，要来拜托大家。咱讲请人讲，讲要做要行无路，通好拖。即摆少年嘞，要做煞无田，通好犁呢。一毕业就失业啊！本来时代甲咱讲，讲哦，你哦袂使甲阮共款做工啊人无出团，做事人无效，你都爱读书才翻身。咱嘛是真认真来读书，所以啊，即摆咱咧栽培囡仔，搁较无钱嘛，借钱来让囡仔读书，读到大学毕业，对唔对？即卖大学毕业的，啊来毕业就失业啊啦！大学生失业率啦15%，普通社会失业5%，少年的失业是普通人失业的3倍。第一年找头路，找第二年找头路啦，找无第三年找过来讲啊，硬去也歹找啊，搁较找难找无，都比伊多找的啊！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，老母搁甲鼓励。第四年就开始累再困啦，哎呦，讲一个囡仔咧病大骨，咱咧唔出门，甲大家报告，唔是囡仔病大，唔是囡仔不爱做，囡仔要做要拼，可惜都无机会啦，对唔对？对。是咱社会，是咱的政府，是咱的国家无给少年人机会，对唔对？对。少年的无。毕业就失业，但是毋是安尼尔呢？放弃着希望，放弃着未来，放弃着所有一切了后，身躯搁规身躯债务呢？因为读大学的钱是借来的，一个囡仔若无借30万，嘛有借50万呢？注册车钱若无5万，嘛有6万，嘛有抵押金10万呢？一年啊，负债上借10万。四年读到毕业50万块的债务排在身躯，佮毕业佮无头路，所以讲啊，咱的囡仔要哪有条件通去娶某，对唔对？对。要哪有条件敢生囝，对唔对？对。生一个了嘛，唔敢生第二个，对唔对？对。所以讲啊，食饭卡中个才做官，拢唔知影啦。讲啊，生囝讲娶孩子。是传家宝，安尼要生啊无？安尼就要生无？无。孩子是传家宝，即句话听了，你就想要生囝吗？这食饭卡中个嘛，唔知影社会艰苦是艰苦伫倒位啦，对唔对？对。那讲哦，生一个给100万，生两个给200万，生三个给300万，那安尼叫你咧，通通都生了啦，对唔对？对。对啊。这就是食饭卡中的政府官员做官，因家拢好食人，因唔知影食头路人的艰苦，咱的囡仔这么可怜，所以拜托大家，咱啊顾着咱囡仔的饭碗，嘛唔免夜倒夜起去拼，嘛唔免革命呢，用我们的选票就好了。拜托大家用咱的选票，全部回五都全省呢，甲马英九投反对的票，好不好？帮这个诈骗集团给他落选，对不对？对。金光党诈骗集团来给他落选啊！啊，我伫这给大家报告了吼，这是市长，但是呢，嘛有议员呢，尤其是哦，咱芦洲地区啊，民进党一定也有议员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拜托大家哦，倩萍啊，即马是存咱芦洲哦上届宝贝，唔是因为伊是秀芬的姊妹啊。比比女性，将真个艰苦，所有的心声，做着一个查某人也爱来也爱我，这么啊热情要付出的社会，回去拉只双头烧，搁爱看到咱的囡仔，这种的艰苦拢家己吞落去，
而且不要紧，咱要搁出来服务，要搁出来拼。所以拜托大家，给女性、给咱的查某囝、给咱的姊妹啊，一个机会，一个好无？咱罗州一定要有议员，拜托大家，给咱罗州这个上宝贝议员，搁个高安安调调，好不好？所以请大家哦，李倩平哦，李倩平哦，唔通太高走低。嘛袂使予意外来发生，对唔对？对。最后相分呢，祝福大家呢身体健康，咱的蔡英文甲李建平会当最高，一个最高票当选，一个顺势来当选哦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来。